一时，在舍卫国齐元精舍的楞严法会上，各大菩萨与大阿罗汉分别宣说了各自正悟、正等、正觉三摩地的圆通法门，大势至菩萨与他同修念佛三昧的52位菩萨宣说了念佛圆通法门。我记得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佛出世，名号为无量光佛。那时先后有12尊佛相继出世教化，有一大劫之久。最后一尊佛名号是超日月光佛，正是他教我修习这念佛三昧。譬如说，有两个人分离了，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，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。如此二人即使偶然相逢了，也等于未逢，虽然相见，也等于未见。若这两人互相想念，越念越深，这样的久念不忘，必定从今生到来世都形影相随，不会违背分离。十方如来怜念一切众生，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，倘若儿子逃去，想念虽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，也像母亲想念他的时候一样，这母子二人虽经历今生来世，也不会互相远离。假若众生的心常常忆佛念佛，则现在或将来必定可以见佛，离成佛不会遥远，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，自然就能开。犹如染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，这就叫做香光庄严。我原本在阴地修行的时候，是以这念佛的心入无生人，现在我在这娑婆世界帮助念佛的人归到极乐净土。佛问我，发心修行应从何深入，得证圆通？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唯有收摄六根，让念佛的净念常相继续，无有间断。如此念佛，一心不乱，必能得三摩地，以这个法门最为